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这边还是一样，跟你叮咛一下就是如果您手上没有我的教材，那么请你到我的博客园就是的博客上面呢请你到这里来下载，OK。好，那这个内容呢，就是我这一本书的内容，OK。好，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这一个proxy 的模式proxy 的模式。那一样的，一开始我先帮你介绍这个 proxy 模式的美妙的地方在哪里。好，那我用这个孔夫子的这个"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OK。来说明它的意义。那在 Android 里头，我们就以 Media Player 这个类为例子来做说明。那接下来就来介绍这一个Gang of Four 的这一个Proxy 的模式的图。那在这里呢，我总共用了四个例子来帮你介绍Proxy 模式呢，在这个 Android 框架里头的一种实现。跟它的应用是有包括一二三四个范例。好，那我们现在来说明这一个 proxy 模式它的美在哪里。孔子说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亦乐乎。我们也可以说，有朋自国外打电话或是 Skype 聊天，不亦快哉。不过，当我们听不懂这些朋友的乡音，或者是外国语言的时候，那么该怎么办？在一般生活上，他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请一位翻译来帮忙做翻译，也就是说找一个这一个人，那么帮你比如说这是 you 这是你这是你 OK，那么你跟他讲的是这个中文。那么他跟对方讲的是英文，这边讲的是英文，然后这边讲的是中文，OK，好，那这一个担任过这个转接转换，他有担任这个转换的动作，好，那这一个我们就称为是 proxy，就是他这一个的分身就是来担任这个大使，大使就是国王的。这一个古代国王的分身，就是这个分身，OK，就是代理人代理人。所以呢，国王派遣这个特使，那就代表是国王本身，那就是他的分身。所以呢，这个是国王这个是国王。那国王呢，派一个这个大使来跟你接触，OK？那这一个会两种语言，OK？那这个这是非常典型的这个 proxy 典型的 proxy，OK？好，那这个 proxy 的结构呢跟 state 的模式呢有一点接近，有一点接近，也都是以简单的序来包容这个繁杂多变所以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这一个 state 的模式，这个 state 的模式呢，就是有这一个具象的状态也有这个状态然后呢它就可以在不同状态的时候来首先来 new 它new 它首先来 new 它，OK。首先来 new 它，然后呢，再来透过这里来 call 它，也是透过这里来 call 它，OK，是这样子的动作，OK。所以，但是想要达到上面的目标，就是包容变化，无尽繁荣，这就是我们在整本书里头很重要的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应用这一个设计招式、设计模式呢。
来包容变化，来促进无尽的繁荣。OK， 那其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叫 content 呢，必须有能力使用 state 这个接口，就是说啊，它这个接口呢，它这边可以必须要能够扣到它，啊，必须能够扣到它，啊，就像这个例子呢，如果今天这两个这义务你要直接跟国网沟通，那么一个条件你必须要会讲英文啊，讲英文。但是呢，如果你不会讲英文，那么你就无法跟他沟通。所以一样的，这边如果你不会讲英文，所以你就很难跟 state 这个抽象的接口呢，很难跟他沟通了，很难跟他沟通了。所以这样子啊，我们就必须想一个办法，想一个办法，对不对？啊，在有一些情况下，不一定要具备这种能力啊，因为啊，这一个通信协议的差异啊，就是啊，这边的是啊不同的通信协议，这边是中文，这边是英文，所以不同的这一个通信协议的差异以及硬件设备的分离，都可能阻碍双方的沟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大使啊，有一个大使啊，就像啊，这是啊以这 Gang of Four 的这一个 state 模式来看。那么这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啊，如果它这中间有透过一个转接，或者是这边两边不通，那么这样的一个啊 state 模式呢，这里就会有问题了啊，就会有问题了，这一边就没办法扣下来了啊。同样的，在 state 呢类别体系呢啊，就能够派大使到对方啊，就是 state 呢是国王啊， state 是国王啊，派这个大使呢到 country 的这边去就近沟通就解决了。这位大使或翻译呢，或者我们称为分身，就我们就称为 proxy 啊。所以你看到 proxy 呢，就想到啊分身就对了。啊，就想到分身就对了，它是 state 体系里头的分身或代表啊，分身或代表 ，OK， 分身的代表。那它能够解决沟通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啊！大部分的 proxy 大部分都是在解决沟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拿 Android 的 Media Player 这个类别来当例子啊，在下面的图当中有 AC01 跟 Server 啊，也就是 Media Player 的类，分别在不同的 process 之间进行。那么两边必须采取特殊的这个 RPC 的各的通信机制啊。由于呢跨进程的沟通，这就是跨进程的啊，无法直接调用它的函数，所以 AC01 呢不能使用一般的函数调用的途径去跟它沟通，只好呢啊撰写一个大使去就近沟通咯啊。然后这样就像啊下边的这个图呢，这是啊11.3的图呢，那这一边要透过这个 RPC 啊才可以沟通的，所以呢他就没办法直接跟他沟通啊，就无法用一般的函数来调用，所以呢会增加他的困难，会增加他的难度。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proxy 类啊，就是在这里啊使用一个分身，就这里派一个分身，那么这个 RPC 就是有分身跟本尊啊，这边是国王本啊本身啊，这边是啊这边是国王啊，国王的本，我们称为叫做本尊啊，尊敬的尊，然后这边是国王的分身啊，分身 OK 啊，那这边的沟通就是用国王的语言来做沟通，然后呢你看到它的接口是一样的，所以 proxy 主要是在解决这个通信的问题，那么这一个接口呢并不是它要改变的对象，那这一个像这一个 adapter 就是以改变接口为主，改变接口为主，那么因为这两个是在同一个进程里头跑，所以它可以用一般的这个 function call 就可以来 call 它了啊，所以呢减轻了这边的复杂性，也让这一边可以用它自己的语言就可以跟它沟通，那么这边再用 RPC 来互相沟通，那这个就是
分身的意义了，分身的意义了，OK，也就分身的价值，OK。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 proxy 的模式喽。然后从这个 adapter 的模式来说起，我们因为它的结构呢跟 adapter 蛮接近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adapter 的模式。然后这个是这个是 scan of for 呢，对这一个 adapter 的说法就是本来是 client 直接要跟这一个 adaptee 呢来做沟通，那现在呢想这个希望呢 client 呢不要直接用这个接口，因为这样子的话这个 server 呢会被 client 牵制了，因为它改变这个名称的时候，这边的代码要改，这边代码要改，OK，因此呢，它就把它透过这一个adapter 呢，来把它转接口，转成这个 request 的这个接口，那这个呢，再往下调用，调用到这里，所以就是调用到这里，所以它在调用它，OK，那这就是 adapter 的做法。那 adapter 目的呢，是改变这个接口，把这个接口呢，改变成这个接口，OK。所以在本章里头，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模式叫 proxy。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adapter 跟 proxy 的一些细节的差别。它与 adapter 之间很相似，但是用意不同。所以我们先复习一下，adapter 呢，用意就是改变接口，就改变接口。那么它封装了这一个这边的接口，提供另外一个接口，这是 adapter 的最重要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一般而言，adapter 常见的理由呢，用来封装，用来封装这个接口，其实呢，这不是 client 类的接口，这是要来封装这一个 server 类的接口，server 类的接口，这不让 client 类直接使用 FT 的类别接口，就是把这个包装起来，在这种场合呢，这个 adapter 呢，常常是别人所定义的。而不是呢，自己开发的 client 受制于别人定义的接口，就是说，这一个是别人定的接口，但是我们要去用它，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受制于这个 adapter 的接口，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呢，运用 adapter 呢这样的一个 pattern，让我们自己开发的 client 类不要受制于别人的接口，OK，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构喽。我现在在讲的是 adapter，就是谈的是上个单元所介绍的 adapter，它是希望这一个东西呢可以把它包起来，把这个接口包起来，包装之后呢提供一个新的接口给这边使用，提供这个接口，那这个比较通用性的接口给这边来使用，那这个就是包装这边的接口。然后呢，提供新的接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一个，例如下图呢，就是刚刚这个图的 adapter 模式封装的 MP3 的接口，就是它把这边 MP3 的接口把它封起来，提供一个新的接口，简化了 FTJ 类别的接口，来加速这边的开发，就是说，它把这边很复杂的接口呢，把它你看，把它简化成只有一个函数。当然，这只是这边的例子啦，OK，所以可以让这 client 比较简单比较简单那例如说，我们如果这边 MP3 等等，那如果能够改成这个servlet，如果能够改成这个 servlet 的接口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server et 能够改成这个 Java Servlet，那么的这个接口，那这边只要是浏览器，都可以来用它，因此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 client 端，直接可以来播放我的这个 MP3，所以提供一个更通用的接口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用意加速这个开发工作，所以呢。用来简化了这个 adapter 的接口以后，就是把它通用化，都算通用化。所以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adapter 的 pattern
跟 participator 的差异。Adapter 模式呢，用在改变这个接口，但是 proxy 模式呢，它的主要用意不是在改变这个接口啊，反而提供了跟 MP3 是一样的接口，是一样的接口。啊，那 adapter 的意图呢，是不让这个 AC 连 client 类直接使用 server 类。至于 proxy 呢，就顾名思义这个分身，它的用意呢，不在于避免它直接使用它，而是在于呢。AC01 啊，即使要使用它，但是因为接口不对口，就是它不懂或者不能衔接，所以呢，它需要有个分身。譬如说，这 MP3 的 player 在这个在一个 server 或者是一个云端，它跟 AC01 不同的机器，那这个时候呢，AC01 就不能直接用它的接口，因此呢，它server 必须派一个分身过来，然后。AC01 就跟分身 token，分身再跟这个国网 token 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一个 proxy 就可以顺利的跟 MP3 player 来沟通了。那什么叫做不方便呢？不方便就是说你可能呢这一个太复杂，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这一个举这个例子，用这个 RPC 的例子喽什么叫做不方便？它是因为它一个在进程的这一边，一个在进程的那一边，所以它不能直接的去调用它的函数，因此呢，它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喽，它就不知道怎么样沟通了，因此呢，在 server 呢会派一个 proxy 类到 client 这一边，让它直接就跟client 这个 client 呢就可以跟 proxy 沟通，proxy 就可以跟 server 沟通，OK，因此呢。它就在这个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机器，这个 client 就在另外一个 server 是远端的 server，所以呢，它需要有跨进程的或者是在不同的进程，OK，就是 client 在一个进程，server 在一个进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 client 他不知道这里该怎么做，太复杂了，因此呢，由这一个MP3 player 开发者呢也来提供。一个 proxy 的类在这里，proxy 类在这里，那么由它来跟它 token，由它来跟它 token，那这样就解决了，这叫使用 proxy 类，使用这个类来封装 RPC 的沟通的很多复杂的细节，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喽。所以上图里呢，由于 proxy 类是 MP3 的分身，这个 proxy 类呢是这个的分身，OK，是这边的分身。所以两者都提供相同的接口，可以把这个接口抽象出来。你看，它这里的接口也是一样的，这个接口跟这个接口是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接口抽象出来，比如说变成一个接口，然后呢，由它来实现，变成定义在这里就可以了，定义在这个接口，所以呢，那如果不是用接口，可以用纯粹抽象类，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接口的意思只是接口呢也是一种类，也是一种类，所以呢就把这个接口写在这里，因此呢它就可以扣它，扣它呢再往下扣这边再往下扣所以一样的这个没变，只是结构改变而已，它的这个基本道理基本目标都没变就是我们把这个proxy 的部分把它跟这一个 MP3 player。我们把它的这个相同点呢，把它独立出来，这叫做抽象这叫抽象因此呢，这一个我们的这个 proxy 呢，它就所代表的这个 proxy 呢是代表这个，所以它是国网，它是分身，而 AC01 可以透过这个接口呢来调用到 proxy 的play 跟 stub，就是说它可以透过这里，然后往下调用真正的代码呢，会写在这里。写在这里，因此呢，这有 proxy 类可以将复杂的 IPC 构成封装起来，就是这整个的这个 IPC 的细节呢，全部呢都被封装在这个代码里头，封装在这代码里头，让 AC01 呢感觉呢MP3 的 player 好像就在身边，因为它是代表它的分身嘛，它是分身，所以它会感觉国王就在我身边。
好像国王就在我身边一样的亲切啊，对不对？在啊，所以他不觉得 proxy 啊跟这个 MP3 player 有什么差别，反正呢，我要跟国王沟通，我要跟大使沟通就可以了。那这一个 proxy 类通常是由 MP3 的开发者来提供的，而且呢，提供了相同的接口，因为是分身嘛，啊，所以 proxy 跟这一个 MP3 player 两者都属于同一个类别体系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样，就是两个继承怎么样？啊，这啊，我们再说明一遍，这本来就是把这两个，然后呢，因为它是接口相同，所以就把它提升到这个接口。那么接口呢，其实就是一个纯粹抽象类。啊，所以呢就变成这样子的结构咯，啊，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就是 None of Four 的一个标准结构咯。所以呢啊，它是不觉得呢这个 Proxy 跟 MP3 有什么差别，因为这边也是用 Pre Stub， 这边用 Spray Stub， 对不对？虽然用的名词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服务路线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None of Four 的这一个proxy 模式的图。那这个 proxy 模式的图就这么简单啊，其实呢它一开它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推嘛，一开始是它扣它嘛，然后呢它扣它嘛，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 proxy 嘛，做翻译嘛，做大使。那后来呢发现呢这边有一些函数譬如说 request 跟这边 request 是相同的啊，因为 proxy 并没有转接口嘛，所以就把这个接口提升上来，本来是一个圆圈嘛，啊，那本来是一个圆圈就只有接口嘛，后来就变成接口就相当于一个纯粹抽象类，所以就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啊，写成这个样子，啊，那这就是 None of Four 的一个proxy 图，就原来只有三个，然后呢把它抽象上去，然后呢跟这边的抽象的结果是一样的。啊，抽象去，因为这边说明了这个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是相同的这部分相同的，把它抽象上来，然后这边就变成了共通的类，然后这边就变成一个框架里头的这个类咯。 OK， 好，那我们这边我再重复说明一遍，本来是他扣他，他扣他，对不对？那这样子是 OK 的，是 OK 的但是呢因为这一个两边这个 request 是相同的，所以再把这个相同点把它抽象出来，变成抽象的一个基类，所以呢 client 就可以 new 它，然后透过它来 call 它那这就是典型的 proxy 的模式图咯虽然这个 proxy 呢跟 adapter 很接近，但他们用意不相同，这个刚才已经说明过了。那这个 adapter 呢常用来改变 server 的接口，至于现在所介绍的 proxy 模式呢，它反而是来创造 server 的分身的类而且提供相同的接口来让 client 使用。 OK， 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咯，等一下我们就来看这个 Android 框架里头呢，我们总共举了四个例子来看它的proxy 呢这个应用的情况，那这是我们下个回合再来谈咯。 OK， 好，谢谢你咯。